是 AMG 亚洲音乐集团的训练生刘雨欣。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哥哥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经常问我自己，我到底要不要继续。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，我想做这种很酷的音乐，很舞曲的音乐，我就是要做我自己，做我一般的女生，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，勇敢是唯一的回忆。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程是不是坚强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坚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，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。我终于可以说，我做到了，我们都做到了。这个夏天没有留下遗憾。做了我最后的坚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是失望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。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人气偶像团体 The Night 成员刘雨欣。恭喜刘雨欣年度网络影响力歌手的获得者，让我们恭喜 The Night 刘雨欣。